还是再来看一下哈，所谓进取、远取等等这些管制哈。好，这随便哈，到处都是管制哈，随便一个视野。好像真子这个是什么？好，首先可以颜色嘛哈，这个染色比较红哈，相对于这个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进取小管哈，这是进取小管哈。啊，像这个是远取小管哈。稍微还是可以分辨出来嘛哈，不太一样，对不对哈？好，大部分都是进取哈，这边都进取哈，所以可以看到 brush border 哈 ，brush border 哈 ，OK。好，那其他 podal side 哈，你看像这个也是 podal side 哦，虽然在这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三角形哈？好，类似像刚才那些哈，我们就看到了哈 ，OK。好，这边有两个细胞核重叠哈，不过这边上面这个哈，看起来有点像是或者是这个有没有？然后这个也比较像哈。好，这些都是 podocyte 了哈，有没有啊？这个稍微典型一点哈。好，泌尿间隙哈等等哈，然后这个好像没有看到 macula densa 哈。OK， 好，这个这边看到机会比较少哈。好，这边看起来这个好像是哈 macula densa 哈。所以这个是远取小管哈，远取小管，这个是近取哈 ，OK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哈，看到有什么管子，我们就来看哈 ，OK。好，这边是 cortex 哈，好，我们应该往视野的左边哈，就是往这个美达达的区域哈。好，所以这边还是 cortex， 好，看到这个哈，一个血管哦哈，好，往。左哈视野往右哈，应该看到的都是美达拉的区域哈，快到美达拉了哈 ，OK， 好，这边应该都是美达拉的区域了哈，好，那这片可能就是也是染的稍微不太好哈，有点 artifact 哈，不过我们是稍微还是可以区分哈，好像。有点啊，好像这个了哈，细胞质还是染的比较红哈，啊，这个应该是净质哈，好，至少这个可以看出这个是亨利斯环的波段哈，可是这边是血管哦，这边有很多血管哈。好，这边薄段就出现很多了哈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是薄段啊，核比较椭圆哈，然后细胞质很扁平哈。OK， 好，我们看看有没有 correlating tubular 哈。那这个人肾哈，它的 correlating tubular 一直要到美达拉的区域，它的 correlating tubular 还是立方哈。OK， 好像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就是 correlating tubular 哈，有没有？细胞界限明显哈，还是单层立方哈。好，这些都是哈，这些都是哈，然后这个也是哈，好，那旁边会有很多的薄段哈，亨利斯环的薄段哈 ，OK 哈，这边都是很多哈，好，等等哈 ，OK， 好，不过这个是血管哈，好，这是血管，好，再往那个美达拉的更外围哈，更内侧哈 ，inner 美达拉的区域，好，已经。好，只切到这边哈，所以下面没了哈。OK， 好，所以没有切到小肾盏那个区域哈。